是监察院国家人权委员会职权刑事法及监察法，拟请院会同意撤回五十人事处函送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及各委员会召集委员选举时间地点表，拟请院会照案通过。五一经费稽核委员会函为经费稽核委员会任期届满，简送工作报告，请院会改选下届委员，拟请院会将本案交朝野党团协商推派人选后提报院会。五二至七十经济司法及法制等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事项业已审查处理完竣，请查照案。七至一百，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函为预年度预算执行期间，请查照案。一百零一至一百零三，教育及文化、司法及法制等委员会函为决算法锁定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一百零四至一百三十六，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经济内政、财政、交通、外交及国防、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等委员会函为预行政命令审查期限，请查照案。一百三十七至一百四十五，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请查照案。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一，行政院函请审议太空发展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民众党党团提议增列二至七，民众党党团据户籍法交内政委员审查。高级中等学校建教合作实施及建教生权益保障法交教育及文化委员审查。教育部组织法交司法教育及文化两委员审查。数位发展部组织法交司法及法制交通两委员审查。海洋污染防治法交内政委员审查。香港法交交通委员审查，咨询事项甲行政院党部分一，本院委员咨询部分。行政院院长提出 COVID-19 肺炎筛检疫苗准备及白蚁养猪产业基金相关事项专案报告，并被质询。二月二十六日，行政院长提出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三月二日，宣读完毕。好，我们现在由委员登记发言，请林委员楚音发言。主席、各位同仁，新年快乐。立法院第十届第三会期第一次会议，建请依照议事日程草案通过。报告完毕。好，来那个地位。好，那我们请问对林楚英委员的提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的话，我们就通过哈。那么议程草案的报告事项、质询事项、行政院院长专案报告以及施政方针及施政报告并被质询通过。那么现在我们就宣读人民请愿案。人民请愿一，函送本院相关委员审查者九案。二一，请愿把第四条之规定系属一体诉讼之事项的九案。三一，职权行使法第六十五条第二项规定，函转机关处理者十八案，宣读完毕。好，请问有无异议？没有异议，我们通过。请问有无临时动议？没有的话，我们散会。谢谢大家，新年快乐。